小孩欠债有靠山，父母掏钱帮忙还。皮夹里面没钱，可是有信用卡，我就想说要刷红色、粉红色、蓝色、紫色还是黑色，反正6万到10万，我一定可以一笔还掉。然后催缴信函也都寄到园区，所以我爸很紧张，他赶快打电话跟我说：“你到底欠了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大概30出万。”他说：“30几万，你到底怎么花的？怎么那么多？”儿子有要叫你还吗？我一毛不还。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，爸妈囧很大。